先把机器放上去。这里有个胶垫，一定要放。进水，这边是短接的一头，这头不用接，我们这是新接的方法，然后剩下的是UVW， 先随便接上去，最后再调转向。正统的转向是这样转的，可以打开这边看得到。然后我们开一下脚粉开关，这样是反转的，反转。那我们把电关了，脚粉机转向反了，我们要调一下向序就可以了，随意调两项 L1 L2 L3， 随意调换两根就可以了。打开脚粉开关，这样转正确了，转向，哦，这个转向还是对的，看一下，点动一下，对了。这个是连接上筒跟下筒的阀门，抽上筒的真空要把它打开，拉出来打上去。这里下筒跟上筒就这里连接了，就可以抽到上筒的真空。这个是放粉阀，浇好的石膏从这里放下来，这样是关闭，这样是打开。这是真空表，这个是放气阀。排真空用的，那这个是把柄，转动把柄，可以转动里面的缸中。我们关掉，把它关掉，打开盖子，放下来。这里所有开关都在这里，排气，抽了真空之后排真空，进水。上桶进水，电源指示，射灯，这里的射灯，抽真空开关，震动开关，震动属于选装配件，脚粉，正面脚粉电机的开关，这两个是定时开关，这里调时间，调好时间，打开开关，它就开始定时，时间到之后，风铃器会响。原装全新的机器出去已经有油了，里面油味到这个位置，用了一段时间都要换油，我们就先把油排掉，把这排油口拧掉，放完油出来把它堵回去，上面是加油口，注油注到这个位置就行了，两条线，下面这条线这个位置。
它是水冷真空泵，需要接水来循环让它冷却，这两个接水的随便一进一出，让它循环有水进去，让它冷却一下就可以了。先把缸中放进去，然后对正这个放风口。你有五中或一起搅的话，你要保证五中或要对着正这个放风口放的粉下去。对上之后，我们把这个阀打下来，然后放粉。现在我们开粉，两公斤粉，粉的跟水的比例是1:380-400毫升，就1000克的粉兑水300毫升，380-400毫升的水，先放一点点水，然后把粉放进去。倒进去，盖住盖，打开电源，开始搅粉。搅粉的同时，打开这个阀门，抽真空，定时3分钟搅粉时间。放粉，粉放完之后把阀关掉，关掉这个抽真空，只抽下面下桶的真空，我们再定时抽1分钟，调好时间，打开抽真空时间定时。同时呢，我们上面上桶打开进水开关，让它有水从这里进去，进水，关掉，所有东西关掉，排气。上桶呢，可以从这里排，也可以从这里排。排气，排完气打开，移过来，把缸中拿起来。